心里感觉真的心里好客，心里是好客对吧？我还想让今天给你登好，俺得来告诉俺，我这天干了他弄别人丢面子，俺这里啊提登个签名，你签名你努力点打扰我，俺那个我的签名呢有点打扰我，俺我的签名那个去提地方的话，那个话的话就提登呢，你用那个提登纸扎的叫风吹花，你这个提登纸扎叫花被吹花。那个是哪？那个是签名加老婆加爹妈，那是啥东西？你老婆呀？但是你那个地方办到，你签名爱加些老公的辈，老公的辈爱加签名人你给他，你给那个签名辈马有些老太太，你两个当中签名要给他，所以给那个女孩子了，给签名传签名，啊传给要讨论的。你喜欢你一年一万种病毒的传嘛？用心嘛？用这个心嘛？你相信嘛？啊，这个心，这个心给他盖高嘛？哦，这个心给他盖高嘛？啊，这个心给他有魔嘛？你要讲一件事条条事条条，这是有魔嘛？我这中间是水呢，或者有些空白的关系中。我这种钱，我有钱，我来搞业绩的。我管半天了，哦，你来，我来给你安装，给你安装，安装到安装。他得他到这个得了，他得他到。况且他半天好在他会要，哦，这也是我一年的钱啊，把这东西就当做。结果就是说，你来当秋季的钱，你到我这边。我这个没工地，我这工地，你有地位在炒咯，你听不听？对，甚至人要给你骗，人要给你拐，人要给你绕，你做清楚。我当年，他这边，你敢进来？为了回忆啊，为了怎样？为了回归啊？我结婚回归，他这边给他报警，他这边给他报警呢，有没有地位知道了报警呢？这个一遇到会过去那里有人有多人嘛？是看过了，阿伯的心跳啊，他心跳啊，阿伯的心跳没停过。地位嘛，有地位。那不没有会跟，也会跟，没地位嘛，他们停到了。那搞共产党搞官了，进小会炒地，为了个有业事业，为了个有业，后边还一分。阿那两家的这个话题，那今天嘛是很多话题嘛，被搞的。就这么事情，大数呢？人情大数呢？你去搞回归呢？你话呢？新妇要干哪？要干哪？打鸡当仔呢？安尼讲啥意思？所以，那就是这个事情是无地位，后边的富人了。你心都在无地位了，所以今天都干啥？咱讲的真正，你这和谐来对当中，你这不斗嘞，你这不斗嘞，所以变成啥？就我之前讲的。大金大金之人，弱无大夫，伊会倒；小金之人，弱无大夫，实在会倒。小金，变成手，若拄着大雨风灾了，伊拢去抢，你抢伊个，弱无大夫会倒。但是讲，我那边就是手好多了，对啊，对精力有影响，对精力有影响，你是哪个？其实我明明我明明。我努力过几年了，所以我地位人化了，我地位人化了，我不是和你用这个干那个好乖的，这小子就他们不一样，这两天联系起来，哦，这阿婆我们要去上班，我们诈骗集团，哎，诈骗集团那个，他老在搞，啊，诈骗集团故意的进去，他还没过关的时候被明亮花一条路，他们搞外头看操作兵。经常个喊别的，他的阿婆到，我回我快几年没有新官了，我跟你讲，我开始开的，这是我的两年没有新官了，啊，你经常搞我见不见啊？啊，超破，哎，阿婆他已经跟几年做不了了，甚至我见你那个阿婆还当场经常，嘿，经常这就见不见？我阿婆他病了，你要喂吗？这个病，这个病。
구치의 구치의 뭐야? 他我地位咱修到多少呢？你喊我来，因为我到底让你等上些天，我让你对你指导一条线，我让你安怎管他？我给你好好的心来，我他妈一个人都有本事，我让你对你指导一条线。你看你不，你看你都没好，谁让你对人指导一条线呢？你指点的啦，我让你有没有好好干，干快的就对了，有人做官，干快的。恁头坐落来遐，啊，欢喜，你叫做欢就对啦。当然叫有，俺好心心，俺心人，我老表非常欢喜。当地人嘛来，俺心人嘛非常欢喜啊，当然嘞。当然要当然对。所以今天咱想的不是要看啦，咱想的是啥子原因？所以呢，灵修处有因或者缘，不能差别。所以加强调，好别。先地性，先地性，先地性，一切修得罗吉文中文字，在孝以心，十二部经，皆因人地，因地为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留，故知万法本自人性。一切经书因缘所有，因其人中有无有地，无为小人，地为大人，无者闻无地人。地者恶无人说法，无人忽然五界心开，即有地人无别。叫做一种最好之
脆弱，要么叫脆。来，咱就要变了。如果不把这个变了，一定是会倒。你再变，再变，再变，再脆，再倒过，要倒出来，听到没有？倒出来，然后才会脆。啊，走，这个是惊。啊，这个变不。啊，老母当中看到迄个水当中，迄个老母变啊，到变迄个啥，变迄个卡。伊人咧讲，因为伊若惊遐水伊内底无力，啊无力，因为伊剁甲伊无力，你人咧到变会死的。哦，啊，因为即个若他是讲，因为伊时间叫袂到，啊老母无三日咧剁，啊死的。所以因为水浊。这个 K 叫做哪？叫做刚刚好。还有什么意思？阿无不足，阿无超过，阿无卡紧甲多，阿嘛无卡慢伊个吹，更无我刚刚好。我一个读书人，我咧读多吹。安尼意思就我比较讲咧，这个甲这个一定卡起多刚刚好。哎呀！啊！因为伊上下角度，上下角度，下下友情，就是我给你主干，我给你主干，哦，阿爸来干啊，哦，我主干阿罗汉，甲他主干甲他叫做同神，甲田观化，甲田观化，甲田观化。安听好了吼，主角，你若主角，我主气跟你交换，我无甲正心，无甲他，我主角跟阿罗汉，阿罗汉，咱过一条路，我主角名，我无甲无正心，我跟阿罗汉，我跟你怎样？但我跟你主角啊，哈，我跟你交换，我跟无他，安尼叫做菩萨，一念菩萨。伊就是有文化正气，所以一定会较快。啊，自觉较差，伊就是无文化，才叫做自觉较差，较平凡，啊，叫做。所以虽然讲即句，一切修到了基本的这个境界，这个是大乘境界，啊，应该是这样吼，这个叫做大乘境界吼。修到了基础功力，咱知影，这理解经典的无理解叫做无理，所以不有叫做少发解，有叫做时常发解，有叫做多一个，有叫做观照发解，啊，有叫做无理发解，所以叫无理，叫无理叫做无理发解，但是诸多罗必须严厉来对无理，啊，这个无理。不是一般的文字，这个文字就较无同，比如，跟人讲个，这部经典不是杂志，不是咱学校咧读个，迄个专业的知识，不是咱学校的专科，不是对一科文，不是数学，不是什么科，不是专科，这科就是叫做智慧。那经典内底当中，迄个文字，咱来知影，因为这个智慧，就我讲，不是一般的文字，所以叫做文字，叫做文字，或者叫做文字，文字，或者，哦，文字，文字内底智慧，所以讲，你这部经典是哪位经典？叫做文字，或者。所以伊来讲，一切修道人及文字，哦，及诸文字，文字就是咧写下个物件，但是这个文字会到无生命个，咱是看到个啦，杂志啦、报纸啦、做个笔写啦，还是啥物物件，迄拢是互咱愈化愈微。但是伊经典物件，你看一个愈化些物件，笔写愈化，咁样咧吼，所以伊会了解。大小二心十二部经，开篇二字，即段文章咱来先解释。我
圣的内底当中呢，就是讲叫做车，这个心叫做车，叫大车，叫做小车，圣嘛，叫做乘车嘛，叫做心嘛，哦，心嘛，啊大车叫做菩萨，菩萨，小车叫做阿罗汉。大小，哦，所以以这个来讲，这个大小比丘，就是讲以这个来变当中呢，就是讲从大乘菩萨加罗阿罗汉，哦，甚至十无经，当然十无经，咱一般来变当中，应该是就是迄条路，哦，迄条路，哦，迄条路，我老师讲讲讲清楚了吼。一切大乘经典内底有分为十二部经啦，吼、哦，这个十二部经就分为十二类啦，吼、哦，分为十二部经啦。第一叫做修道罗，所以咱之前讲过啦，修道罗叫做天经啦，上天有情，下有众生，吼、哦。第二叫做义啊，叫做定相啦。第三叫做加哦，叫做不定义啊。第四叫做弥陀那经言，第四。叫做以地木刀，叫做分言啦。第六叫做车刀，叫做分心啦。第七叫做阿弥陀那多等，也叫做二十九啦。不过这十二部经啦吼，三种十二部经，这物件拢涵盖在内底。不过伊咧呢，伊个意思，这是要讲十二部经，伊是涵盖在啥物物件？伊是你一世人啊，过世人要学啥啦？三种，我们这经论论啊，这三种啊，吼，这经论三种十二部经来对这物件，但是咱也不管是哪个，这三种来对，因为咱以前啊做一个，吼，做一个阐述。不过因为咱就是讲到这十二部经来对，就讲涵盖伊，哦，为是讲因缘啊，为是讲什么啊，讲什么啊，讲什么啊，咱一切物件拢都涵盖这十二部经来对。啊，这十二部经来对，咱们含。改三种，三种，跟分分，那等于那全部这样子嘛吼。但是毕竟一切修道人的福分义，哦，大小理性，哦，十二部经因该因缘的，因为所有这分义，都因为这人来显地的时候，因这人显，因来讲众生。需要这物件，佛陀当中把众生需要物件也摄入，所以呢，用着十二个火炉，它分正十二部经，哦，所以呢，为这众生，阿难们，那么这众生何必来十二部经当中这物件？啊，其实这十二部经来这当中，无认为咱众生，哦，所以伊来讲啊，该是因地位性方面的因啦，哦，因地位性。因为咱人，因为有足着咱人这地位，方便建立了吼。若不说呢，一切万法本自有，伊才来讲啊。那世间万物，啊，这一切万法就是啊，万法叫做一切万法啊。所以这个万法，伊才来讲万法。啊，就用比如讲，一切万只有一切万是呀，一切万，一切万只是万法，万法只有一切万是，因此用不着想啥物啊。不是万法都是万的咩哈，所以讲万法是作者意思吼、哦，所以咱来讲方便建立，若无世人，若无世间的人，一切万法本自不用动念这物件，何地你来知影？万法本自人心呐吼，这个万法本自一念心来摄的，来形摄的物件，跟你讲起，众生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伊未卖，但是爱摄这物件来造化众生。如果众生老摄这物件，那如果众生老不啦，后面他们这物件，大家拢，大家拢袂做歹人嘛吼，他们变差，好，大家拢比老师较好，他们是老师，变人嘛吼，一打比老师较好诶，所以伊基本上，伊摄这物件是因为。有别有方，吼、哦、啊，有众生，有这物件，叫别来，咱当少
这个办法一定有啦，咱人来设定，一切经典因缘所有啦，哦，一切经典讲嘛哦，因缘所有，伊遐讲啦，一切经典所有性命，所有的物件，哦，因缘所有中，因咱人来设定，伊为什么讲个？这个伊叫做什么因？在变化中心。在佛法上修，所以因缘不得不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想讲什么呢？我们说不依，世缘世在不依；我们不说不依，世缘世在不依。啊，你别叫我讲，叫我讲，我不讲，讲不对；我要讲，我都不对。所以讲经讲经，一点一十一分来点当中，无所所说不能。我会讲，我得讲，是我的有九零年，有九零年，突然有所说话，就有过分。不是我的呀，是我的呀。无以温和，以他为本，是我的无以温和。有九零年开始，人们讲，我突然有所说话，就是过分。太过分了。人才啊，我得是一个刚下物件，我被赞叹不得，我要讹了不得。伊刚是十毫米，讲遮侪已经不太容易过分，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佛陀是应机所说，但是因为佛陀虽然讲得经典，但是佛陀只有心，完全是清清净净，伊哩伊无所念，伊无接我哩讲经，我哩说法。因为遐个讲若有人讲出来说法，即不能莫说话，因为即个人是无了解我哩讲经典意义。说法者，这位说是名说法。我说法者，伊讲法，这位说法叫做缘起性空。好，缘起性空，但咱进入了是什么说法？是名说法，迄个是方便假名说法。其实这经典是把这个牌啊，把你引进离出啊，把引到离了以后，你已经变成花色来到寺庙，摆不出来嘛。白骨精啊，是因为你未当经过这个肝，我让你经过这个肝命啊，经过了后，这个白骨精面你就不需要。啊，你如果需要这个白骨精的精白，你一般买得起。你话健康些呢？啊，你收到你啦，你经接到这个经典已经开悟，你已经了解啊，你搁接未着这个经典，啊，你要哪样？你闭过来，闭过来，你看目镜，想目镜，你搁闭过一个菩萨，你搁想。你跟你分点成分，咁是安尼，有分在世间不离世间，离世间何地较有依托感？以前你对，是，我哩冇全头吃开，哎，头吃开冇全吃，所以叫你因缘所有啦，吼，一切因素因缘所有，难咩难分别啦。我今日讲咩啊？我今日讲房子啊，好，咁我讲房子，所以你讲咩咁样吼？好，所以我时间到就要请人，时间到就来讲。啊，所以呢，因缘所有机缘啊，我嘛讲，啊，讲目前好多，哦，那个缘依，缘依因有有苦有得，哦，好，所以讲讲，所谓境界，就是因众生不同，阿无众生缘的境界，该不明白了，好，啊，所以你明白。我们也是一片的就是这样的波纹波云见面波云见度那波云这个纹不会要哦哦那你那你就是现在波啊那武器也没办法我都一样这个话题给你写这个图片很高兴哎呀好一年的梦列祖性杭州一起的也容易来你肯定都不会但是我们十二步，三步十二步，运动的一个，所以变成强势方法。啊，所以呢，第一，他为了这一点呢，这方面，可能有些不太对劲，可能心讲呢，就是心态啊，要开始想这努力啊，跟同学说的，最好叫人过来身体嘛，身体给我好，谢谢各位。大众群体。
感谢点关注十倍前导与鞠躬，温导与鞠躬。一般向无极老母行三十公里前导与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关注十倍鞠躬，温导与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关注十倍鞠躬，直架向无极老母行三十公里前导与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直架前人一鞠躬，放下点团书一鞠躬，蹲到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直架前人一鞠躬，放下点团书一鞠躬。好，大家晚安。晚安，好，感恩。